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这里是最新一期的王牌少年加在中，我是你们的王牌少年小宋。王牌少年加在中，
我不知道。已经录制了几期王牌，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哪一个？印象最深片段应该是，翻跟头那个。搞笑，一些鬼畜视频吗？鬼畜视频，对，自己的哪个舞台表演看次数最多，自己最满意？兰花草。那平时和团员最常玩的游戏有哪些？这个这是什么游戏？就是存子弹打枪那个游戏。还要玩一个游戏是挑战关键词。好，第一个游戏是唱出歌曲中带有夸赞别人的歌。夸赞。 One You'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。 这是刚刚你唱的。对。还有姐姐你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第二题，他唱出带有叠词的歌曲。太简单了。渐渐我就能造成粉红的心软绵绵，欢喜的眼之间的试探尤为明显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天天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起。 OK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还有雪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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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天气的歌还有，提前大阳春意迎来诗人之地，老乡和风朦胧细雨，细雨滴滴滴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接下来的游戏是眼力大考验。我经常看这个的直播。找不同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妈呀，我都不认识这个字了。找出兔子，真会玩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我怎么眼睛这么好？找出爱心。哎，拜拜了。找出五个不同的地方。这里。对。这里。这里。下面这个我怎么感觉帅一点？你给圈起来吧。哎，这里。有点难找啊。三。啊。二。哎呀，看到了。没了。接下来的游戏是表情模仿大考验，主要是考验小宋的反应力。OK。在十秒内，小宋根据给出的图片，用卡通魔方积木拼出表情，并模仿出来。是魔方啊！自己觉得自己的反应力怎么样？角色搜索。我应该怎么拼？这样吗？Ready go！ 我找不到。OK。
第二个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OK。给我 P 一个星星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地包天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 本来游戏是给出三个关键词，用这三个关键词造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宋亚轩的鼠标会魔法。榴莲佛撑肚子，榴莲做佛撑刺着肚子了。榴莲可以吧？你人化榴莲。凌晨我塞牙了，但是我做了红红番。梧桐烫头跳广场舞，很有逻辑。是什么？时代少年团团员因为搞怪被罚了蛙跳。接下来正式开始进入话里玄机了。第一个武功心法，请看。哎呀，哈哈！第一个没画出来。张若昀指着你呢，我跟你说啊。一人画一个字是吧？一人画一个字。哦，腾哥画的是法棍、擀面杖、击鼓槌、经书，是不是？卓哥，卓哥，没画呀？我比划。小宋画了什么？我眼睛看不着。天下，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啊！天下无止，天下无敌。柯西回答正确。天下无敌，那腾哥这是什么呀？笛，这是一根笛子。啊？笛子，这立体的呢还？我以为那是根手指。若云画的那个是天。天。你们怎么猜的天下？天。天。天。太阳吗？天吗？下那么往下吗？然后卓哥是这样无。你往这儿坐。我本来说的是天下无双。你不可能猜得出来。但第四个那人我真没猜出来。第二题，请看题。风月无边，钱金钱，宝金刀，宝刀金，宝刀不老，宝刀不老，宝刀不老。谁说的宝刀不老？不老，对对对，天爱说的宝刀不老。他们说的宝刀不老，宝刀不老，宝刀不老。我们说宝刀不老，宝刀不老是对的，是正确答案，是正确答案。先说的宝刀不老啊，又变了啊，这么快的啊！我说宝刀，没说宝。这个老，老咋画？褶吗？五秒钟，哎，褶，把最后一个板踢下去吧，不用了，前三个就能猜了，第四个有点搅和在里头。啊，拐棍儿，你这个是吧？哎，这一拐棍儿嘛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棍儿。哎，哦。小宋跟腾哥换一下吧，让腾哥第一个吧。好，那太难了。没事，试试试试。你这那不好猜。你相信你的实力。那我们就以后三个字为主要猜。这又猜后仨了。我蒙第一个。这轮四个女生上来画，请出题。蝶，天，这是蝶，翅膀，蝶，
天女散花，天花天。压指垫儿啊！走，走，走。飞檐走壁，正确。走壁啊！哦，那檐呢？撒盐呀，撒盐！好好好，厉害厉害！你底下画个羊肉串，你但凡画一串羊肉串，没来得及画羊肉串，就画一串羊肉串。甚至画的是一个网红撒盐的那个。你那个币是什么币啊？币啊，九龙币。我以为脚趾垫呢。币咋画呀？你就写个 A B C D 的币不就完了吗？我写画一个眼睛闭起来的。啊，那差的有点远啊。哦。啊，下一题。哎呦。啊。哈哈马吃。山。山路。山河。气吞山河。气吞。他们四个这个画的挺好，对，这个很形象。下一题。妈呀，你这好画吗？这个太……死尸。呼噜憨梦梦。九死一生。哇，我这个怎么样？很开心，一直活着呢。下一组腾哥、花花、若云和沙溢哥。志哥你怎么样？我就咱俩差不多，一个学校毕业水平都差不多。美院的美术这一块不如舞蹈。请出题。时间到。钱啊，串钱。哥你那是螳螂吗？那不是，方向猜不出来。我这么提示一下，别看第一层意思。我的妈呀，还第二层。我这是这个啊，乞讨啊，寄托，小心翼翼。系鞋，系鞋带。我这个是这个啊。这个代表什么？有钱，谁有钱富？满腹经纶？不是。肥富啊，姐，肥富即贵。差不多了。哎呀。肥富即贵，济贫济济，劫富济贫，杀富济贫，劫富济贫，劫富济贫。花花那个劫是什么劫？打了个劫嘛？打劫的劫。我这个是不是这四个里面最像样的？你这是个啥呀？鞋带开了，要系吧。你刚画完的时候，大家纷纷猜的都是蟑螂，跟鞋带有什么？对你这不形象，关键是这只球鞋是我此生做的最像的一幅、最好的一幅画了。这只球鞋你再挑毛病，那咱就说，对，它甚至都有一点像冰刀。你看看。好了，准备下一题啊！这个组合看来画画功力都有限。哎呀妈呀，这好画！什么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看好了啊！好画，好画就看沙溢了啊！五，立，排骨、肋骨，秤，撑骨、天骨、撑骨，肋，秤，肋，两肋插刀，两肋插刀，两肋插刀。插刀，两肋插刀。卓哥对了，两肋插刀。果然是医学派作画的风格。他咋看出来的？插是咋看？我这在插秧呢。这画的咋样？这棒，非常棒。来啊，准备下一题。白什么白？白
百步穿杨。小童先说了啊，确实是百步穿杨。这我还没画完就知道了。沙溢哥，你这画的是哪只狐狸呀？就画完了羊吗？这是画的羊蹄子。老羊头，我这个羊串炉子刚架上，没等穿呢，你们就猜出来了。穿，百步穿杨。你怎么都能跟羊串挂上呢？你是对这一套业务是多么熟悉？来，下一题。哟，太难了。太难了，是我这个沙溢反应你太大了，一样的是吗？这贼难，这贼难，时间到。女孩吗？主要猜第二个和第四个。我们这样，我们一副一副的分析，鱼海，这是荡的意思吗？差不多喽。悠悠。你看沙溢哥画的是倩女幽魂，倩女幽魂，天爱对了，你也猜出来了，倩女幽魂啊，哦，幽仙魂魄，然后女孩就放弃，从来没有人猜过我的词，你那个你解释一下，花花，你已经被天爱直接放弃了，这很明显了呀，啥呢？浅啊，浅啊，对啊，浅啊，浅泳。这都鼓掌，这都粉丝都鼓掌。最后一轮，两队可以各自派出你们认为画技最好的两个人来。小童，妹妹来。玲。行，我再来一个。若云吧，若云也可以。你们可是两队公认的画技最好的四个人啊，肩负着使命来的。没有，我们也是硬选出来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俩好。对，他们俩要差一点凑数。来吧，第一题。好嘛，时间到。裙子，群魔乱舞，正确。对对对，哇，是不是看到了我的魔？哥，你哪怕画个囊呢？抱歉，刚才啊，你那魔被你那背给挡上了。我们俩就没有一点参考性吗？有。不敢多看，怕搞乱了。来来，下一题。我这个太没有难度了。我这个是真是太难了。飞翅膀。小童画了个沙发，应该。我这个没有难度到我都懒得画。山。山。石。石。飞。飞檐走壁，飞飞沙走石。哎，对，飞沙走石。沙溢哥回答正确。那为啥画一个是这里边的小子，画个小洞口啊？哪有小洞口？这都好多石头。小石头。这个太抽象了。走，已经不用画了。已经画了很多次了。我这是画的是骆驼。不重要了，骆驼在沙漠吗？不重要。你那是骆驼陷沙漠里了。最后一道题。妈呀，这咋画呀？敲左，哎，西呀，敲什么西？悄然西下，稀饭。哎呀，他在稀饭呢。西西，哇，西毒，东邪西毒。哎，我们进来的。哦，是看我画出邪了吧？啊。没有，前两个没看都，前两个没看啊，东东啊，对，西嘛，那个毒嘛，那个鞋就没有人关注一下吗？玲儿，你那双鞋太邪了，我以为什么心脏和肝脏一类的，肝胆相照。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叫做移花接木，先玩一把不带水的。谢谢，来，请说出演过杨过的男明星。刘德华，正确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卓哥准备啊，演过杨过的男明星。刘，不能重复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换一下顺序吧。我们换顺序行吗？可以，同意。试出来发现卓哥第一棒不行是吧？
试完了哈，看出来了，来试完了，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啊。如果是四个字的，就回到第一个人接最后一个字啊。谢逊最厉害的招数，七伤多。到你们了啊，到我们了，来，请问《仙剑奇侠传》男主角的名字？李萧萧。沙溢演过武侠片中那家店叫什么？啊啊！三二，同夫夫来，回答错误。什么东西啊？同福客栈。同福客栈。对，这挺好玩的。请问章子怡在《卧虎藏龙》中角色的名字是？玉萧龙。正确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 了。我们变成四个字的了，请说出段誉的武功。六脉神技。你只能说神，你不能说剑。那剑该谁说？剑该你说呀。哎呦，好样的，腾哥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腾哥，你回来吧，你还谢他，都是他的恩赐。人家低头就能拿到的浴巾，多凉啊，低头。请问令狐冲最厉害的招数是？毒孤神神，不是九剑啊？不是神剑啊？你是九，我是剑吗？都教完了还研究？就是想教我们。花花，请准备。腾哥电影中功夫的门派叫做卷帘门。卷帘门，这也教了？没有吧？没有，答对了。那小童现在教不教呢？还有什么区别吗？最羡慕张若昀哪个优点？五个字发挥，开始。长帅。长啊啊！让我来了，来，长得。长得丑才，怪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接下来要做到不能重复三个字的体面。花花，武侠剧中常用的三个字的兵器是？以天毒。不是，怎么又挨着？龙刀倚天剑，倚天毒是？我以为龙技呢。倚天屠龙技啊！偏爱三个字的兵器，开始。打。狗。棒。花花，三个字的兵器。屠。龙。刀。腾哥，请听题，请说出。除了刘德华之外，贾玲最想让他来王牌的人是严鹏旭。哦，回答正确。哇，他挺专一的，其实他就那几个人。那几个。下一个做准备，请听题，请问韦小宝收集的宝典叫做五个字，开始。我叫，哎。三。从那边说，从那边说，从那边。回答错误。棒！哎呀，还把水淋我的妹妹。润云，你一会儿你看呢啊。天爱，你最想对王牌导演组说的话是？开始。能不？能。走点儿结束呀，结束劫富济贫那儿，有口音劫富这也能说。哎，这下太瓷实了。花花，砍价的时候会说的话，开始。我便宜吗？
买。很牵强，不太会像是还价的时候真会说的事儿啊。这不，我们学的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。哦、我便宜卖。我便宜卖。以后我不来了啊，我就放这一个人形立牌啊，你就一个人都演了吗？沙溢哥，说最想去旅行的城市，开始。我不。我什么？我什么？什么？我不。四个字。乐。我不乐。意。知道。这跟城市有什么关系？为啥是乐？那不勒斯。对，在那不勒斯隔壁，我不乐意。小宋，如果你是导演，你会在《王牌》设计一个什么环节？四个字的，开始。抓。痒。抓痒。抓痒痒。痒。痒。抓痒痒痒是个什么东西？挠。抓痒痒挠。不是。不是，你们四个这个智商就别帮人家设计游戏了。小宋会啥不？这个动作很大的一个动作，很大的，躲开点吧。啥动作呀？没了。弟弟，不是姐说你，你这个双飞燕打的，姐好像都行。哎呀。有一丝可爱。妈，这我也会呀、啊。那来一个。等会儿，等会儿我压压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压压腿，我压压腿。我就穿着披风吧，还能多少遮点丑。你怎么飞起来的？他还得助跑两步呢。啊，助跑两步。哦哦，有没有？有有有有，你这个要拍的话，机器得摆到地上。我今天送给大家的福利就是两幅字儿。大家得偿所愿，平安喜乐。